伊嘛会飞，伊嘛伊嘛会飞。阿姨阿姨就细只，就细只会飞，蜂鸟。阿姨的脚嘛就细，伊的头嘛就细，对不对？伊的目睭嘛就细，对不对？对。也飞蜜蜂。有猫，有猫，会飞。嗯，三二。你嘛有。你妈！你这个转，下回啦。转提示，你妈有啊？就是虽小，下面虽小，五脏什么？麻雀，嘿啦，触礁啊，触礁啊啦，下面哪有触礁啊？被猴子牵过吗？不是牵过，是他有牵过猴子吗？来来来来，哎、hey, 你好，妹妹你叫什么名字、啊？我来在高追啦。来讲台语，妹妹叫什么名？叫什么名？大家好，我是红豆，我今年四岁。哇，你红豆啊啦，够标准的啦。哦，啊、你红豆啊，正四年才七大粒啦。不是啦，啊，你是名叫红豆啊？我是安尼、啊。啊，你今日炸这物件是啥物？你炸一包七大包。我昨夜碰过一个爱食红豆饼。哦，所以，所以这里底是。我来讲，红豆饼、哦。啊，你敢知影狗无食红豆饼呢？你是狗吗？狗唔食吗？狗唔食安呢？哎、欸，红豆啊，你甲恁老母讲，敢唔使换一包现金这大包？喂，伊若要甲你留电话，甲你借钱唔通哈？囡啊，大囡啊，你这么傻？哎、欸，认识吗？认识红豆妹，红豆妹嘛，对，哦，这么多红诶，哎呦，以前台语有够厉害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哦，真哦，一讲的台语，好真侪这么少年人哦，感觉讲啊，我变哦，奋发图强，从现在开始，要好好练台语啦。你台语该上学诶，你台语该上学。我出行的时阵，爸爸就教我讲台语。哦，祖先人都开始讲啊啦。所以生活今麦个不够，今麦做多少年了？所以你今麦四岁，四岁。啊，你除了讲台语，还讲国语不？拢会响，啊嘛拢会响，我那只搞啦。这是啥物件？你你家讲。干阿婚教。干阿婚教，是一种会飞的物件吗？会飞掉。会飞掉。会飞，几只啊？哎，几只？你是咧？伊哪知？管你啥物代？什么意思？你怎么讲？他问几个字，那关你什么事？关你什么蛋？哦，你叫人叫，你关你什么蛋？我可能叫警察了，我这个。也是狗尾有皮。是狗尾有皮？嗯。还是会飞吗？谁家家里就是。变色龙吗？会飞。会飞。变色龙没飞啊？变色龙没飞。一百二鬼。一百二鬼。伊住伫个崩坑内底，伊住伫个崩坑内底。金家姑，就金家姑。忍者龟，会飞忍者龟，会飞忍者龟。姑会飞你呐？暗时才会出来。暗时才会出来。暗时才会出来啊！密布密布夹，免夹啦，容易倒啦。伊买飞，伊买伊买飞。阿姨阿姨就细只，就细只会飞，蜂鸟。伊的脚嘛就细，伊的头嘛就细，对不对？伊的目睭嘛就细，对不对？对。伊会飞蜜蜂，有猫，有猫，会飞，嗯。几秒？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。立马五。立马，第一个转。下回啦，转提示，立马有啊，就是虽小，下面虽小，五脏什么？麻雀，嘿啦，触礁啊，触礁啊啦，下面哪有触礁啊？有个立马有啊，红豆小妹，不要跟那个穿黄衣服的姐姐在一起，乱搞，来第二回合。